今天来四套无脑穿搭。第一套呢是一个蓝色的衬衫，我搭配了一条白色的裤子。这个衬衫呢，它有一种仿缎面的感觉，所以上身之后是冰冰凉凉的，并且它蓝白相配的话，看起来会更加的清爽一些啊。然后我腰部呢又加了一个腰带，这个腰带这次是有货了，被大家期待了很久啊。手上呢再拎一个小的包包，就偏职业一点点啊，看一下感觉。这个呢是一个莱塞尔的套装，上身之后就特别的轻薄，并且透气性也很好。它上衣就是宽宽的、阔阔的，很有范儿。最重要，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袖子，你看直接遮了半个手臂啊。下面的话就搭配了一个短裤，我直接配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又配了一个比较休闲的包包，看一下感觉来，这套就比较舒适一点了啊。这个小衫穿上实在太凉快了啊！我们下面又搭配了一个麻料的裤子，整套上身的感觉就特别的松弛啊！再挎一个大的包包，给你们看看感觉来。如果在初秋稍微有点冷的话，上面的话就可以搭一个小开衫。这个裙子就上身之后特别飘逸，它是一个套装裙，上衣的话是一个大大的蝙蝠袖，是比较有设计感的。然后我们裙子下摆的话也是不规则的设计，来看一下感觉。刚给大家穿这四套呢，日常或者通勤都可以穿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呢？